不是啊，你线上上网课的话，你会变成说你要回台湾哦，回台湾上网课，然后明年春天再过去，干，这听起来超，这听起来超智障。我刚好，你可以在美国上实体课吧？啊，但你啊，我就觉得你这样多跑这一趟，完全是，就是你在台湾上实体课跟在美国上，因为你在台湾上线上课跟美国上线上课差不多吧？还是你？大学，像我说你在，我说你要上线上课的话，你可以在美国上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回到台湾这边？到底是？啊！你为什么跳了？有。我已经跳了，我已经跳了。不玩。怪小，对啊，在美国上是上，在美国上线上课，然后不行，你要回到台湾，这完全是一个超级奇怪的问题。线上课不是在哪里都可以上？呀，这有够脑残的，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够脑残。就是超级有。你这样，因为按照最优解是，就是回台湾，然后把线上课上完，然后一月再过去，马上接你新的学期。怎样都有来不及的概念。现在才跟你讲。天，他到底是多怕亚洲人？如果在美国上实体课，那个你在美国上实体课的话。在美国上实体课，你还有时间做其他打工杯子，我刚没调好，我刚调3.8个，刚开。外挂，抱歉，这个是外挂，痛，哦。但我是觉得待在当地会比较好。如果按照你这样讲，就是两个方案都有都，等一下，你说你回台湾上线上课这个方案是有一定几率赶不上新学期，但是你在美国上实体课的话，是一定赶不上新学期吗？干，这听起来超鸟的。
因为如果回台湾上线上课，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接新学期就还好，但有一定几率赶不上也很智障。这种几率就，对啊，干多卡半学期是真的蛮智障的。对啊，你学校，你在台湾，你不用，你如果你去新学期的话，你没有办法住你姐那边。点。哪一个州啊？外挂。讲一下吧，我觉得这个完全帮不上忙。这个，我觉得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对，都有存在风险性，还蛮智障的。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们最近那个吗？他们最近枪击案太多，所以开始乱改。比的，对啊，对啊，要学生，然后来回回到原地，回到原。外挂。是他的。六零那个。所以原本是因为因应 COVID 的，所以才有一个可以去美国，可以在美国上线上课结束的。才改回来哦。线上课。政策改变的点，就刚好疫情有改善。
你的卷土脚不够，我的六寸炮。你看这边，老子让你拆他。现在这个游戏变成天天都有外挂。我们自己应该也有。哦，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外挂？有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那是飞机，我们那是飞机，所以好像没有。飞机是。这张图好像没什么防空器材。是我。That's it. 这张图。Elvis。的拼又爆了，你要回这一场吗？你这场会赢吗？不会啊，不会。哇，听起来超惨呢！你这个被政策弄了一把，看你吧。所以你如果去申请线上课，也没搞完，还是你要玩2042吗？两个现在要打折。God, 但玩2042跑不是更惨？
虽然是外挂不营运，但是听不是说整体的游玩体验超级糟糕啊。未来为那个、啊、那些载具的，还有无人。丢什么？丢绿的哦。安东不见了。哇，安东消失了。站点。站点呢，就是听起来超分的，靠别。这个方位应该有。如果射到他一枪。Da drüben, verdammt gefährlich！啊，那是隔着一条桥那边护卫。你有狗带了。
the objectives within the sector, then push into the next. 我血量已经不健康了，剩40血，还可以抢，还是不行。Ihre Befehle fällt eben. Ich darf den Jungen.